老太太，你别打呀！不是什么呀？钱呐！你放这儿，你这带这么多钱，你这露富啊！手别老放这儿，你放这儿就是你觉得你是有东西。嗯嗯啊，你要用钱随时跟妈要，别给妈省着。这钱早晚都是你跟家和的，不是吗？啊！嗯，这是那可不是吗？那个，哎呀，赶紧走吧！你这还得去逛家具，逛家具市场。不是走，你这啊，那乖，听你爸的话，别惹他生气啊。那个装修完了，赶紧接我回去。掌柜，哎啊，放心吧啊，奶奶。走。那个奶奶啊，我给您带了点零食，您饿的时候可以吃点啊。对。走了，老太太，你那什么啊？走了啊，奶奶。哎、不是，你奶奶挺大方啊，不像你爸那么财迷哈、啊。你就不觉得自己特混蛋吗？啊？我不本来就是一混蛋吗？哎，你先回去收拾东西，我自己溜达一会儿。舍不得啊？我自己待一会儿。赶紧走啊！你看我干嘛呀？送来的家属都像您这样，放心吧，我们肯定会照顾好的。啊，你是他儿子吧？啊，那什么，啊，正好有点事儿跟您嘱咐嘱咐。嗯。那个我们老太太啊，爱吃甜食，血糖现在倒没什么问题，但是也别给她吃太多了。另外，她睡前有一习惯，泡泡脚，这就得麻烦您了。这个我们会统一安排的。然后另外那个，就是他容易起夜，起夜了以后就很难入睡。尽量给他弄点这个热牛奶，喝一点安神，就好入睡一点。我这个牛奶都在那个床头柜放着，喝没了，然后我再补。你这儿子也太细心了吧？放心，我们都记住了。那您先忙，我先走了。我随时电话联系。嗯，好的。Organize the freezer. And please remember, throw out that old chicken. It's yesterday's chicken. It's taking up too much space.